蓝屿高中日前进行校舍新建工程，意外挖到零星瓮片，考量蓝屿瓮罐脏文化研究，整修工程紧急停工。县府委派专家勘验后，认为该工程区文化层早已被数次破坏，但肯定是石浅遗址。从陶片的厚度看起来是有像瓮罐啊，不过因为太破碎了，然后没办法确定它是什么样的用途，它是史前陶器没有错，不过可以肯定的那个小角落是也有那个史前遗址的一个部分。陶片跟菲律宾巴丹有无直接关联，专家认为以目前考古资料来看还有待商榷。不过蓝屿瓮罐脏习俗文化是否跟蓝屿岛上雅美族有关系，有在地文史工作者持怀疑态度。我们没有这样的习俗，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个瓮罐呢埋在你这个家的地里头啊，这个地我们就不住了，可能要搬到别的地方。而且说我们整个部落的人会骂人，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瓮罐的那种的文化，我在这讲。所以哈，一些当这个一些学者哈，应该要彻底的去了解当地的文化。蓝屿高中明白校区以前是墓葬之处，早年新建校舍就有发现过大量瓮片，成为蓝屿瓮罐脏文化的出土处之一。随着时代快速变迁，从瓮罐脏文化演变到土葬文化，蓝屿早期有无瓮罐脏文化，是否为雅美族文化遗址，还需要再厘清调查。记者萧曼丽、大胜台东蓝屿采访报道。